好，我们大家先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法师各句，大家阿弥陀佛。我们看一下课本啊，20页。上次讲到慈心观啊，现在讲因缘观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文，他说因缘观法啊，就是因缘观这个法。那么与愚痴并重，名为善对治法啊。这个因缘啊，就是对治这个愚痴啊。那愚痴就是啊，无明，不明白啊，不知道道理啊。所以他说啊，这个就是对治法。那么在贪欲跟嗔恚中，不明为善啊，因为他不是对治贪跟嗔的。贪啊，就是要修不净观啊，修厌离，思维它的过患啊，就是你贪什么，那么你就要看清楚啊。我们说过，这个世间的现象啊，那么一般啊都是所谓的妄相、虚妄分别而有的啊。那你要从现象里面看透它的实相啊，那。实相其实就是无常相、无我相，但是啊，如果说你对不管你执着什么，执着你自己的身体啊，执着别人的身体，执着别人的钱啊，执着一个美好的食物啊，基本上欲界众生不离开五欲啊。那么你对五欲的执着，你就要去观五欲的啊，那么这样的一个过患啊。所以佛法常常讲畏患离，畏就是执着。啊，那么你要思维它的过患，啊，那像不净观其实就是思维这个身体的过患啊，像如病、如痈、如刺、如沙，啊，它就是思维这个身体带给我们的过患，啊，然后思维它32身分啊，这个是思维它的不净，思维它的这个表象啊，就是它会产生变化啊，那么这个是纯粹是对治的啊，对治你的贪，看你贪什么，那么你就要把它看清楚。啊，这个到底有什么好贪的啊？就思维它的过患，然后升起那个心远离啊，这个是所谓的对治贪的部分，嗔的部分啊，就是要修慈心观。当然，你也要思维嗔心的过患啊，然后思维嗔的对象基本上就是以友情为主啊，人，那你要思维这个人啊。那么的一个好处啊，它的一个功德啊，那么在这个里面啊，它有所谓的啊，什么所谓七周原始的一个观法啊，那么从你最想利益的人开始啊，那么慢慢扩大到啊你的仇人啊，这是不净观，这个是降服这个嗔心的啊，降服这个嗔心的。另外啊。那他说，他这里说到啊，他说，那因缘观法不是对治贪跟嗔，是对治痴的。那主要就是贪嗔痴，我们的烦恼主要就是贪嗔痴啊。那根本的痴，基本上其实就是我见啊。那我见我爱啊。那么他说，这个因缘观法啊，在贪跟嗔里面，那么并不是对治。啊，就是它不是对治贪跟嗔的，它是对治愚痴的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先邪观故，啊，就是他的观念不正确，所以啊，才升起啊种种错误的观念啊，就邪见，啊，错误的知见，那么邪见就是愚痴，啊，那一般我们讲啊，就叫做无明啊，然后是愚痴邪见。那么问，如佛法中说啊，在佛法中说12因缘甚深啊，如说啊，佛告阿难，是因缘法甚深，难见难解。
那么难决难观啊，那细心巧慧乃细心巧慧的人乃能理解了解啊，就是这个心比较粗、智慧比较钝的人，没有办法知道缘起啊。那要心比较细、智慧比较巧的人啊，一般我们叫做立根了 啊。那么的人啊，那比较啊，比较能够知道愚痴人啊，愚浅进法，由上难解，何况甚深因缘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因缘观是在对治愚痴的，但是佛不是说过吗？啊，这个缘起法甚深，有头就是智慧力的人都不一定能够观缘起，那么愚痴的人怎么能观缘起呢？啊，就是因缘观是在对治愚痴的人，可是正是因为他愚痴，他才没办法观啊。他关不起来啊，啊，其实是这样。那么你现在用这个因缘观，叫这个愚痴的人去观因缘，可以对治愚痴，那他就是愚痴才不能观啊，那他怎么可以对治呢？啊，这意思是这样。好，所以经云何言？愚痴人应观因缘法。好，那么我们先来看佛说缘起甚深这个，啊，就是说佛法中说啊，就讲了这个。佛法中里面挺真提到缘起是甚深的，我们说过缘起是在讲什么，就是主要有两支嘛，此故彼啊，我们先理解一下哈，缘起是佛法的核心哦。你如果了解缘起，你就了解佛法，你不了解缘起，你不就不了解佛法。那么所有的佛法，所有的佛法，不管是戒定慧，不管是三七七道品、三十七道品啊，不管是六度波罗蜜，第一个就是要让你了解缘起，要让你见缘起。法所有佛法的核心就是缘起，生死的关键就是不知缘起，解就是生死的真解就是不知缘起，解脱的关键就是见缘起啊。所以缘起非常重要，你不了解缘起，你就不了解佛法。那么佛法的缘起主要在讲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世间，受苦，受种种苦，缘起是这样。缘起核心它就是此故彼啊，我们先大概介绍一下。然后他说佛法中说缘起甚深，就这两部经啊，缘起重点就是此故彼，此故彼。那么它分开，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。好，那基本上是这样，此故彼，彼就是什么？彼就是果，彼是果。此是什么？此是因。啊，其实缘起法就是因果啊，就要讲因果的。那么就是要有如是因啊，一般我们叫做如是因如是果。佛法上有时候我们说过，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法性、法住、法界、法位啊，有时候叫做法位，因果次第啊，它的位次。那么了解啊因果缘起的道理，那么此是什么？彼，先讲这个彼，彼是什么？彼就是三界六道的有情。那么佛法的核心是在讲缘起。缘起的中心在讲友情，友情的重心在讲谁？讲我们，讲人类，啊，这个我们上次跟他说过啊，在佛法的核心是缘起，这个是佛法的核心。所以不管在家出家啊，如果你要解脱了啊，那么就算你不解脱，你也要知道如是因如是果。你如果要升天啊，要升到美好的天国，或升到极乐世界，升到净土，你也要知道因是什么。因为你要往生的地方是果，你下辈子，因为佛法讲五乘佛法嘛，人乘天乘，你不要堕三恶道，要生人生天啊。那么你也要知道，不堕三恶道是个果报，生人生天是个果报，果从因来，果从因来，就是此故彼，就讲这个道理。那么你要得到这个果，你必须有这个因，没有这个因就不能有这个果。
那么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因而想要这个果，或是另外的因要得到这个果，那个叫做借进取，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。就是说，比如说啊，你要灭罪，那你要灭罪的话，你要先到罪从哪里来，罪从哪里来，要如何灭？就是说，你要先知道罪从哪里来，要如何灭，你才能灭罪啊？很简单的嘛，就像我们生病，那我们生的是什么病？为什么会生病？要用什么药？那么这个就是因。那么你不知道，你就随便啊，你就随便往东方拜一尊佛，往南方拜一尊佛，然后病就可以消除，啊，然后念个什么咒啊，念个什么咒，就好像善生童子一样啊，善生童子每天早上起来礼拜六方，啊，东西南北上方，然后念一个祈祷词，然后就可以一生幸福。佛跟他讲，你如果要幸福，幸福这个因，幸福这个果报。不是啊，你一天向六方礼佛，然后念个祈祷词，啊，然后就可以幸福。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幸福，啊，那么你要怎么幸福？那么幸福就是你周遭的人都不会让你痛苦，啊，那么你就幸福啦。大多数的痛苦都是因为我们周遭的人，啊，而受到痛苦，因为人，因为环境，啊，那么你因为环境受苦，旁边没有人帮你。啊，或是你因为人受苦啊，那么你必须先让周围的人幸福，那么周围的人就让你幸福。周围的人是谁啊？父母、师长、兄弟姐妹啊，这个夫妻、子女啊，这一些。那么你要从这里下手，这个才是因嘛。啊，一样啊，缘起非常重要哦。你要知道缘起，你就知道怎么修行；你要知道缘起，你就知道怎么避免痛苦。你要知道缘起，你就知道怎么获得幸福快乐，怎么得解脱。那因为我们现在北传的佛教，啊，几乎没有人在管什么是缘起，只是管说啊，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啊，那我只要啊，比如说念一个咒，念一个佛啊，或是念一个什么经啊，然后我就可以得到什么，得到什么。不对，像现在这里跟你讲，就算你要灭贪。你要修对法，你修不对法也灭不了啊，一样是佛法哦，一样是佛法。他也跟你讲嘛，你修不对也解决不了。你说那我嗔恨心起来，我修不净观，不净观也是佛法，没有错，不净观是佛法，但是灭不了你的嗔，因不对，因不对，哈，一样嘛，因果法啊，一样，药要对症，不是有药就好，那不对。那我们现在的观念。有一个哈，变成说哈，佛法这个药是甘露药啊。那么不管什么药吃下去，管治百病没有？没有，我告诉你没有。管治百病的法就是缘起法啊，因为缘起法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啊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。你应该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了解缘起啊，那么你才有办法真正从佛法中得到智慧，得到利益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啊，那不管是在家出家，不管是在家出家，那么一般我们讲因果不灭，不灭因果，就是你不会非因即因，非果即果，啊，那个叫做不灭因果啊。那么就是你对灭就是灭于事实嘛，不如实嘛，啊，人家不是这样的，你偏偏认为是这样啊，这个是对，这个是错的，所以我们对佛法的误解太深了啊，那么。我们现在应该要好好的理解这个缘起。好，那么此故彼啊，我们是简单的说啊，等一下再来讲详细一点啊。这如是因如是果，那么重点它就是此故彼，此故彼。那么此是因，三界六道的有情，佛法的核心是缘起，缘起的中心是有情，因为这个佛法分两个，有情跟无情。世间有情世间跟什么气世间叫做国土世间啊，那么国土世间是依有情世间而来的，它叫做依报，所以天上的人，天上的宫殿谁盖的，果报自然而有的，地狱的人，那个刀山油锅谁设置的，业报自然形成的。那么我们这个世间房子好像是我们盖的，但是这个也是共业所成的，同样的世间，所以这个世间依报是随着正报转，依报随着正报转。那么正报是什么？就是有情，三界六道的有情。
所以轨道的世间没有太阳，阴天；地狱的世间黑暗，天上的世间二十四小时都正大光明。为什么？共业所成啊！所以你要知道，佛法不再讲无情的世界，在讲有情的世界，因为这个世间，佛法把这个世间分成有情跟无情。我们说过三种世间嘛，啊，世间有很多种解释，但主要啊，这是三种：一个国土世间，一个有情世间，就三界六道；一个是什么？一个就是五蕴世间。啊，五蕴是人，五蕴是人所拥有的，其他的众生不一定，其他的有情不一定有五蕴。所以重点是这个，佛法的核心是缘起，啊，缘起的中心是有情，有情里面有三界六道，但是最重要在讲什么？在讲人，我们人，讲给我们听的，啊，佛法的重心是人，人类，啊，所以了解了这个，你就知道缘起是对谁讲的？对我们讲的，所以无名行识名色六路触。受爱取有六路，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，这个是人才有的。好，那么了解了之后啊，其实就是以有情为主。好，此故彼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好，假设这个是苦，这个有是苦，三界六道的有情就是人，以人为主，就是以有情为主，有情中以人为主。那我们说过，人中就以佛弟子为主，多数都是讲给佛弟子听的，少数讲给啊佛弟子里面有在家出家，又是以出家众为主啊。假设是这样啊，人里面是以佛弟子为主啊。所以有人曾经去问过释迦牟尼佛，说：“你说你一切众生都平等，可是我看你多数时间都在为你的弟子说法。假设平等的话，你应该播。”更多的时间去为外道说法，去为那个不信佛的人说法，啊，那你为什么多数都是在为你佛弟、为你的弟子说法，啊？那么佛给他举一个比例，假设你有一些种子，你有三块田，那么你比较好的种子会放在哪一块田？比较肥沃的田嘛，啊？那么佛弟子相信佛，那么对佛法，那么有要修行的这个信心，你跟他讲，他容易得利益。那个外道根本就不信，你就跟他讲了很久，他也不一定会相信。你用同样的时间跟佛弟子讲，500个人可能300个人得解脱，你用这些时间去跟外道讲，500个人可能2个解脱，其他400个人还回报你，啊，那么反而更糟糕。所以你看，并不是佛陀心不平等，而是就是因为。啊，就是因为要让这一些想解脱的人，有善根的人，啊，那么善根成熟的人，那么可以得解脱。所以多数都为佛弟子讲，佛弟子里面多数为出家众讲，因为出家众基本上是一心想修行的，啊，是一心想离苦得解脱的。在家众有很多只是想要得幸福，啊，所以叫做人天嘛，人天秤嘛，啊，然后这个他不一定有发出离心。所以不容易得成就。好，那么所以它是这样的，佛法中以有情为主，有情中以人为主，人中以佛弟子为主，佛弟子里面有在家出家，只要是以出家众为主，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好，那么这个里面三界六道里面，只要是人，等一下我们会讲几个关键，就是缘起里面有几个关键，啊，那么不管是信佛不信佛，愚痴的跟智慧的，其实前面是一样的，只有中间那一段不一样，啊，就是有一两个地方不一样。你只要掌握那个地方，啊，你就能够从愚痴变成智慧，啊，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啊，那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，那么三界六道里面，它基本上离不开一个是什么现象？苦。三界六道离不开苦。啊，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你说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天的天人，8万大劫都不苦，8万大劫灭后他还是一样苦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叫行苦，啊，所以苦里面从人来讲有8苦，其实是7苦啊。一般我们讲8苦，啊，
八苦交煎啊。八苦是什么？生老病死、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、五蕴炽盛啊。那么这个是八苦。如果从色无色界这些来讲，它有这个是苦苦啊，苦苦坏苦。从色界来讲啊，它有所谓的坏苦；从无色界来讲，它有所谓的行苦。那么不管只要在三界六道里面有轮回，就是苦。有轮回就是苦啊，所以你只要不解脱，你就没办法不受苦。现在不受苦，未来肯定会受苦。现在在受苦，假设没有解脱，未来会继续受苦。所以阿含经常常有一句话：长夜轮回，不知苦之本尽啊！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再受苦，因为众生不知道，所以就一直受苦，一直受苦。就好像你生病，你就不知道你为什么生病，所以就算你暂时把病治好了，你还是会一直生病啊，因为你就不晓得为什么生病啊，你避免不了那个因嘛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此有故彼有，我们先了解一下缘起。此有故彼有，此这个苦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果，这个果就是苦，果就是苦。那么你要离苦，所以佛法是离苦啊。像这里啊，这个一切取离爱尽无欲即灭涅槃，其实因为你有这一些，这个是涅槃。涅槃的话，你就不苦，因为不生就不苦，有生就有苦。生，那么生就有生老病死，忧生老病死忧悲恼啊，就种种的苦。那么缘起其实就是简单啊，就是因缘和合而生起，因缘和合而生起叫做此故彼啊。那么此故彼里面，此有故彼有，有因有缘世间起。此灭故彼灭，有因有缘世间灭啊，就这样啊。所以这里啊，世间我们说主要是我们这个世间三界六道有情的世间，所以这里就是有因有缘世间起。用人的来讲，我们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间？我们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间受种种的苦啊？从白话来讲就是这样，你必须要去问啊。我说过，如果我们在这个世间只是这样，每次我们每次都可以来，都是这样过一辈子，然后就下次又来，其实也没什么，无妨。其实老实讲无妨啊，你死了还会再生嘛。那生之后啊，我就这样偶尔少受一些苦啊，但是偶尔受一些苦，但是大体上还好。就如果我们现在的啦，我们现在的生活，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去做一只狗呢，做一只猫呢，啊，做一只被人家抓住将来取熊胆的熊呢，做一只小鸡被关在笼子里面呢，啊，那个时候你就叫做苦不可言了。那到地狱呢，做畜生辛苦了，到地狱呢，啊，那做一只常常被一只狗欺负的猫呢，对不对？然后常常被这个猫追的老鼠呢，那不苦吗？啊，苦啊！何况这个世间的人，其实有很多人过着地狱的生活、畜生的生活、鬼道的生活，啊，常常吃不饱。那么这些其实是很苦的啊。那如果每一次，假设说每一次都可以让我这一次，每一次都让我做人，每一次做人都跟我现在这一次一样，其实我可以不用解脱。真的，如果可以保证啊，可以保证每一次都让我做人，每一次做人都跟我这一世一样啊，我觉得我虽然小时候受了很多的苦，但是我觉得这一生也还好啊。我如果每一生都这样，那我可以不解脱，真的。但是没有人可以保证你每一生都这样。你要知道，佛法说人生难得，而且我们觉得我们之所以觉得每一次都可以这样不用解脱没关系，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得人生，而且还不受那么多苦；第二个我们可以得到闻到佛法，那么可以让我们学习怎么避免种种的苦啊。如果每一次都保证我可以得人生啊，那么我可以出家，我可以学习佛法，我可以不用解脱没关系。但是其实不是哦，其实没有哦。你这一生得了人，得人生如爪上土，失人生如大地土，真的啊！你看那些众生看得到的啊，你看有多少？
单单我们一年吃掉的动物就超过于人类的总数啊，吃掉的哦，杀掉的哦，其他的不要讲哦啊，那你看有多少，那么你很可能就是被抓来吃掉油炸煮炸的那一只啊，有很可能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懂佛法，你佛法你一直造业，你就会受那个苦，所以叫做六道轮回嘛。六道轮回有时候好一点，有时候差一点，但是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受苦的，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受苦的。所以因为这样，你必定要想要知道苦到底从哪里来。有因有缘世间起，其实就是我们出现在这个世间受这些种种的苦，一切都是有原因的。好，那么有因有缘世间灭，假设你要离苦，世间苦，世间集就是苦，苦的升起或是苦的形成，有因有缘你会受这种苦，有因有缘你可以不用这样受苦。其实佛法就讲这个啊。那问题是那个因是什么，缘是什么？因是主要的，缘是次要的啊。从佛法来讲，因是什么？你会来这个世间出生是为什么？业，业，业让你来的。一切众生依业而有轮回，善业生三善道，恶业生三恶道，下三恶道。业里面又有隐业、满业，隐业让你生人、生天、生鬼、生畜生、生下地狱；满业让你做人长寿、长寿富贵，或是短命、贫穷卑贱。他那都是业在决定啊，你会苦苦多久，你会幸福幸福多久，不是佛决定的，不是菩萨决定的，不是上天决定的，是你过去的你决定的，就是业，你的业决定你要受什么苦，受多久的苦，你要享什么福，享多大的福，是由你的业决定。那所以它这个是因。那但是从业怎么来？业怎么来？业由烦恼来。你起烦恼，你就造业啊。那么你起善心，其实就是善恶的心，有肉的心，善恶的心。善心就造善业，恶心就造恶业。但不管是善心、恶心，都是有肉的。所以这个有肉的善恶，它不断升上升下，上升下沉啊，就这样。那烦恼非常的多，就是这里讲的不外乎是贪嗔痴，烦恼不外乎是贪嗔痴。那么烦恼怎么来？从无明来，从愚痴来，所有的痛苦。所以阿含经里面讲，众生所有的痛苦都从愚痴生，所一切痛苦灾难罪过多从愚痴生，多从愚痴生，不从智慧生啊。那么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，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，你就要去想明白看清楚。那么烦恼的根本是什么？烦恼的根本就是我见我爱，其实它就是贪，总说叫做贪嗔痴，摊开来说就种种的烦恼啊，百发烦恼非常多。那么但是集合起来就是贪嗔痴。那么不会贪嗔痴，不会是我见我爱。那么我见主要是由我见起我爱，我见就是执取有我啊，执取有我。那么所以一切苦的根源来自于我见。那么你要怎么去除我见？就是说你要做人不受苦，那当然你有善业你就不受，像天人失一得一，失十得十啊。那么他也不会短命多病，那该活一千岁他就活一千岁，他也不会活到999岁就走了，不会啊。该有多大的福报就享多大的福报，也没有遇见有人会抢他的，他的福报也不是五家共有啊。我们人的福报赚了很多钱被人家抢走，天人不会抢啊，彼此不会抢别人的啊。那么他有多大，但是因为无常带来福报享尽，依然要受苦。那么从天人不会再往上升啊，他只会往下掉。为什么？他没有修福报的机会啊，他也不用修福报啊，
啊，所以升天的它一定往下掉，一定往下掉啊。那往下掉的时候，如果因缘不好，它会造恶业，它就又下三恶道了。所以才有六道轮回嘛，所以才有六道轮回啊。那么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，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间，受这样的苦？有些人出生在这个世间也没受这样的苦啊，啊，所以我们常常会弄不清楚，为什么一样都是人，啊，一样都是父母生的，为什么他有我就没有，啊，为什么他可以我就不可以？不公平，是的，就你的眼睛来看，世间确实是不公平的，但是从业因果业报来看，世间绝对公平。那你从这一点去看，你就不会只是在埋怨，你会从因下手。好，现在人家一出生，家财就万贯，父母就有钱，房子就很高大。我们一出生租房子啊，还要被人家赶。那你要知道，你不要只是抱怨，你要从因果上、从缘起上看，此有故彼有，彼有人家为什么一出生就有钱？你为什么一出生就贫穷？人家为什么出生身体那么好，不太会生病？你怎么一出生就生病？你不要只是抱怨，也不要只是去求佛菩萨啊，那么让你健康啊，求天人，求王母娘娘，求妈祖啊，让你长寿。我告诉你，你与其求药师佛让你长寿啊，求这个观音菩萨给你幸福，你倒不如去好好理解观音菩萨跟你讲的，药师佛跟你讲的，你要怎么样去修行，要怎么样诸恶莫作众善奉行，怎么样去帮助别人。药师佛之所以是长寿法门，是因为他告诉你要救护那一些短命的，要救护那一些没医没药没有病没人看护的。因为你帮助人家延寿，你自己才会延寿。因为你伤害别人，伤身害命，所以你也自然会短命。啊，宇宙的法则就像回力镖一样，业力的法则，你在这个世间，对这个世间的友情造成什么遗憾，回过头来你就会形成什么缺憾。你在这个世间弥补了别人什么样的缺憾，啊，那么造成别人哪一个地方的圆满，你就会获得哪些地方的圆满。啊，别人没饭吃，那么你帮助他吃饱，你就可以有天人那样失一得一，失十得十，永远不会有饥饿的果报。不是永远啊，就是在这一辈子里面啊，在天人这一辈子里面不会有饥饿的果报。那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缘起，此有故彼有。那么假设你有苦，那么你要了解我的苦从为什么会有，那我现在不想有这个苦，此无故彼无。那么你要先这个此跟彼你要很清楚，此跟彼就是因果。那我们说过，苦从哪里来？苦从业来。业从哪里来？业从烦恼来。烦恼从哪里来？烦恼从邪见来，我见来。所以生死的症结是什么？我见。解脱的关键是什么？无我，就是缘起，由缘起之无我。好，那这个要先知道。好，那这个是缘起的大概说啊。那我们现在再来讲啊，无明行识明色啊，大概一样有一个关键啊，就是你要从哪个关键处下手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啊，这个缘起甚深啊，他这里讲啊。那么佛不是有讲吗？缘起甚深，那么愚痴的人就是头脑不好，你还叫他去观这个甚深的法，他怎么观得了呢？好，底下会有解释，但是先来讲啊，这个《阿含经》里面讲到缘起甚深这件事。好，那么第一个杂含二九三经，他说此甚深处所谓缘起甚深，并不是说你不容易知道，而是一般的世间人没有办法啊。就是比较没有去想这个清楚啊。那么背负甚深难见，所谓一切取离，就是离一切取了啊。那么一切取就是基本上其实就是
我们的取，一切取，取里面主要啊，取就是直取，取就是直取。那么最重的直取就是只有我啊，取一般叫做有四取嘛。那其实就是啊，重点就是我见，叫做我与取，我与取就只有我了，执着这个五蕴是我啊，我与取只有这个我见啊。那么然后执着这个五欲欲取啊，这两个是根本，其实就是我见我爱啊，我见我爱是根本啊。这个无明为父，贪爱为母，而有众生啊。那么从众生来讲，从我们人来讲，五欲执取五欲，色声香味触啊，看我们看要看好的，听要听好的，闻要闻好的啊，吃要吃好的，感觉要感觉好的，反正就是这样啊。那么另外两个就是你错误的观念，戒禁取跟见取啊，产生错误的知见，那么用了错误的方法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啊，就见取跟戒禁取。好，那主要就是这个了啊。好，那么一切取离爱尽啊，无欲啊，我爱啊，无欲啊，欲，你看欲。啊，那么这个爱主要是我爱了啊。那么离我爱，离无欲啊，即灭涅槃。那么就是即灭，就是不生不灭了。其实这个就是涅槃，这些都是涅槃的形容词啊。涅槃里面的内涵啊。那么所以缘起甚深难见，就是涅槃。那么你见缘起，你就可以决定可以证涅槃。见缘起就是证初果。入圣流，见缘起就入圣流，啊，见缘起就入圣流，进入圣者的流内，啊，那么入圣流，证初果，须陀洹，最多最多，假设你这一生没有证二果、三果、阿罗汉，你最多七次，你一定会升天，你一定会升天，除非你发愿来人间行菩萨道啊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啊，那么要不然你一定会升天。那么要不就是做人啊，那如果你发愿在人间行菩萨道，那你可能就做人。那个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么你就会升天啊。所以有很多佛陀时代很多正果的居士，现在都在道立天啊，道立天有时候或者什么夜摩天啊，就是在天上欲界天，在欲界天啊。那如果你正三果，初果、二果基本上都在欲界天啊，当然也有升色界天的，但是啊，基本上在欲界天。三果的居士在哪里？在色界天，五不还天。出果最多七次，人天七次，啊，他不一定七次啊，但是最多七次，他一定会解脱，一定会证涅槃。啊，恶果最多两次，一往一来，一往一来，两次升天，然后来人间就会证阿罗汉。三果不来，初果须陀洹，二果斯陀含，三果阿那含，不来了，在哪里？在色界五不还天，无烦无乐善见善现色究竟，在那里就证阿罗汉，不来了，不生死了。啊，阿罗汉这一生无生啊，就得解脱，下一生也不用三界六道都没他的份啊，不再受苦。那么只有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的差别。有余涅槃就是这个身体还会受苦，但心不受苦了，啊，像佛陀35岁就成佛，啊，就类似就是阿罗汉了，但是他有没有苦？有生苦，啊，那么被他这个是业报身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业报身，其实就是你只要来，你这个业报身都是由烦恼所形成的，但同样是由烦恼所形成的业报身。有的人得解脱，有的人还继续轮回，有的人下三恶道，有的人升天，啊，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爱，我爱。那么我爱的关键在哪里？在我见，啊，那等一下再来把这个讲完，我们再来讲这个，稍微再讲一下缘起啊。好，那么这里讲到如此二法为有为无为，佛法里面主要是两种分类。一种叫做有为法，一种叫做无为法。有为法就是有生住意灭，或是生住灭，啊，三相或四相，
就是有生有灭，有为法是有生有灭，一般分作两种啊，这是一种，另外第二种就是有漏法跟无漏法，就是从我们所造的业来讲，心来讲啊，那是从我们所生存的世间来讲啊，那么就是有为就是生死，无为就是解脱，有漏就是烦恼，无漏就是清净啊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那我们修行基本上就是从有为到无为，从生死到解脱啊，这个是涅槃，解脱就涅槃啊。那么从心，从生命，从生死到解脱，生死就是轮回，所以缘起里面啊，流转的啊，生死流转跟还灭啊，涅槃还灭啊，缘起，这是持有故彼有，就是生死流转，缘起两字就是这样，持有故彼有，因为有业，所以有生死流转啊。那么因为业尽情空啊，那么所以有涅槃还灭啊，得解脱啊，不再生死啊。缘起就讲这个。好，那么他你怎么样从流转的到还灭的，那么必须掌握什么？你的心，心为一切法的主导，业是由心来，那么你之所以生死解脱，那么基本上这个业是由你的心来，你的心来，所以你必须要训练你的心，修行你的心，让它从烦恼转为清净啊，这我们叫做六根清净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那所以心是一切法的主导啊，心是一切法的主导，所以主要是从有漏种种的心造种种的业，受种种的果报啊。那么所以佛法基本上分类，基本上有为法无为法，有漏法无漏法啊。好，那么这里讲到啊，如此二法为有为无为啊，有为者若生若住若异若灭啊，其实它就是生灭啊。刚才讲缘起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但是有生必有灭。佛法里面来讲，生灭，生是什么？本来没有，后来有了啊，就像我们出生了，这个世间本来没有我们，但是出生了我们就有了，那死了又被除籍了啊，就入籍除籍啊，就是户政事务所啊，多一个人了啊，死掉了又除籍了，少一个人了，户口名簿没有你的名字了啊，那你出生了啊，去报户口了，户口名簿多你的名字了啊，那么这个是什么啊？就是有生，有生就必有灭，这个是从法的现象讲。如果从有情来讲，叫做什么？生老病死。有情来讲叫做生老病死，无情来讲叫做成住坏空啊。这个有为法的现象就是生灭相，那么生灭当中有住有异，异就是改变，住就是维持啊，在维持中会改变啊，那么生住异灭。从无情讲啊，因为这个世间基本上就是有情跟无情两种现象而已啊。从无情讲，从有情讲，从无情讲啊，就是国土世间，无情就是国土世间，这个是众生世间。从无情讲叫成住坏空啊，比如说地球成住坏空，世界成住坏空啊，成了啊，住坏，开始改变了，变坏了，然后没有了，地球消失了啊，地球出现了啊。那么从无情讲叫做成住坏空，从有情讲叫做什么？生老病死。那么叫做有生无不死，四无常记里面有一个叫做有生无不死，只要有生它必然就会死，所以佛法不讲长生，不讲永生，它只讲无生，只要有生必然有死，不可能改变，法性法住法位啊，它不会被改变。那么你要不死，除非不生。好，所以佛法的重点是怎么样悟无生啊？然后我们叫做花开见佛悟无生，花开就是心开了，智慧开了啊，智慧要开了，你就能够知道无生，你就能够悟无生，就是从生灭，我们知道有为法，
世间的现象啊，有为法就是世间的现象啊。世间的现象有生灭相，它必然有生灭，所以它叫做无常相，它叫做无常相。它是有生灭相的，从刹那生灭，不断在变化。你看世间任何东西都一样，就是一个道场也一样，本来没有，后来有。那有到整个没有的空间，它有变化，啊，那么它世间的任何现象都是这样，一朵花，一个人，啊，一间道场，乃至这个地球都一样，世间的现象。但是这个现象背后有它之所以形成这个现象的理则，这个理则是不生灭的，所以你从生灭相里面看到不生不灭，就是从生灭里面见到不生灭，这个就悟入无生。那么当你知道的时候，你就不会随着生灭而生灭，你的心就不会随着生灭相而造业。就好像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，你有一个人，那么当着很多人的面给你难看啊，你本来没有，但是他当着很多人的面给你讲到很难看的话，好，这个时候他本来没有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叫做生，讲完了之后叫做灭，讲的时候你这心就开始跟着跳动，然后就开始升起什么嗔恨心，一开始是疑惑不解，然后就开始嗔恨，等他灭的时候，你的心有没有跟着灭？没有，你的心就不断的生灭生灭生灭，就围着这个事情一直在生灭啊。那么你的心依着这个生灭就起什么烦恼心，就起恶业，然后就不断造作。今天这句话讲完了，离开了，看不见这个人了，你那个现象一直在生灭，这个人的现象已经不见了，话讲完就没有了，但是那个话没有了，它继续在你的脑海里面生灭，那个人的影像不见了，回去了，它继续在你的脑海里面生灭。那么你从这个生灭心里面，你就不断的造作身口意业，这个身口意业又形成你未来的苦患因缘恶业恶因恶缘，那么就不断啊，就不断不断的生灭生灭不已。当你了解到这个世间一切都幻化的，那个人讲的不一定是我，就算讲的是我，我也不是他讲的那个样子啊。那么当你不随着他生灭的时候，就算他在讲的时候，你的心也不为所动，他离开了之后那更不为所动，你哪里会造业？你不会造业啊。那这个时候你有苦吗？没有。你如果不因他起苦，那么第一次你就不因他起苦，或是起了苦之后很快你就能把它消除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苦就永远，就是这个人对你的伤害永远不存在，这个人对你的伤害永远不存在，那是来自于什么？你不随着他生灭，所以叫做生灭灭以即灭现前，就是说你对这样的一个现象你不心不随着他转。好，那现在是把这个人伤害你的话换成我见啊，一样就是我们的生死就这样不断不断不断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那么当然你如果了解到这个现象背后的理则其实是无常无我的，那么你就不会随着他生灭。那这个必须不是我们这样知道，那我们大家都见缘起了，不是我们知缘起，但是我们还要观缘起，所以要常常怎么样？常常思维，从整，因为所有的现象都是缘起的，所有的现象都是缘起的。那么你从任何一个现象，顺的不顺的，好的不好的现象里面，你都去观它的缘起，观这个事件的缘起。最重要要观心，心随着这个心有因，并且这个事件是你烦恼的因，烦恼的缘。那么你观你心的缘起。那么知道了之后，知道你的执着点在哪里，你的症结点在哪里，那么你舍去它，舍去你对它的一切的执取，那么你这个苦就不会再产生，
就好像你半夜的时候听到那个怪声，那么你很害怕，整夜没办法睡觉。你把它看清楚，哦，原来那个是竹子的声音。从此那个声音在现起的时候，你一点也不害怕，啊，那一样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必须从这个地方去了解，从现象的背后了解它之所以如此的原因，去掉你对它的执取，不管是贪还是嗔，那么这样，那么你就能够了解，不随着这个世间的生灭而生灭，心随着生灭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随时都可以观缘起，但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缘起的理不深，所以要静静的独一静处，专精思维，啊，要独一静处，如理思维，专精思维，烁烁思维，一次又一次的想，一次又一次的看，任何一个事件，任何一个现象，你都可以静静的想，专注的想，反复的想，把它想清楚。只要你执着在这件事上，这个人上，那么你把它想清楚，因为只要是你不安、恐惧，那么所有这一些都是苦。那么你把它想清楚，想，如果你想了你还是苦，那表示你看的是错误的，你看的是错误的。那么所以佛法其实缘起并不是，它就是世间现象之所以如此的原因，生命之所以如此痛苦的理由，你要把它看清楚，你就不会再痛苦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基本上它是这样的，生老病死，生住异灭，跟成住坏空。那么所以这里讲无为者，不生不住不异不灭。那么当你不起烦恼造业，当然是不生我见，不生我爱，但这个要需要时间啊，需要时间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啊，这个缘起甚深啊，讲到缘起甚深啊，下课是吗？我们先下课。